嚟多次，準係慢慢唔使嘅，準備好，然後吸一啖氣。調轉咗個呢個要上上，擔擔上上，係。提。T 多分工 T，應該上先嘅 C sharp。拉埋落去，後面唔得，唔係太熟。唔緊要，唔緊要。
嚟多次，應該呢個係上落上落，所以佢會上。這個哎，對不起，你剛剛上面提拉索法，唔係 G sharp G， 唔係 A。G sharp G 係咩音？咩手指？二手指啊。提拉索係啦，而家啱嘅，係。Natural 係啱啊，係調轉咗功法，係唔係第一個係落咪，第二個係OK， 我想你試多次呢，好攰啊，係咪啊？慢慢啊。而家個三嗱呢兩個都係三手指 ，D 係三手指 ，G sharp 係三手指，但係個 G 嘅三手 ，G sharp 三手指唔夠高。Re mi so ti， 但係你變咗全部嗰啲都高。Da ba ba， 我係咁樣嘅。打咁高之後，你要翻翻去本來，仲要即刻，我想你咧，我想你咧，逢係有 sharp 嘅音咧，放鬆手指，因為而家個 sharp 係未夠高。你有打開到，但係大概係呢，但其實呢度尾仲差啲，係。然後係啦，係咪啊？第二次冇咁好啦，好啲，四手指滿，而家最難嘅或者你想要克服嘅係乜嘢咧？你練熟呢啲我都唔得。我想問下你覺得左手嘅需要練多啲，定右手需要練多啲啦？係咪啊？你只係右手。人工咯，可能而家咧下咧掛住某啲音，跟住咧就會啲音色唔係好聽。係，因為佢咧專登係揀呢首歌咧係好多換弦嘅，唔同嘅速度啦，有時好密集嘅音啦，要好乾淨啦，慢嘅音你以為容易，但係咧佢係橫跨咗一條弦，你一唔小心咧，或者你帶住好多力去換弦嘅話咧，就會拉到中間條弦啦，就有其他雜音啊咁樣。Mi re do ti so。少少，因為細 reading 好差。唔緊要。你其
實係只係睇每組嘅第一個音嘅啫，係咪？唔係啊，佢有時候會變咯。嗱，呢個小節冇變啦，拉哆連咪拉咪，就算佢拉哆連咪哆連，其實哆哆嚟哆嚟哆嚟啊，然後最尾四個時候哆哆哆哆哆花哆，三個不變。係啊，唔係後邊三個唔變。哦，後三頭三個變，後面嗰個變，係咪咁啊？唔係，你睇下。咩？最後面第二三四個音多啲啦，哒哒啦哒，係，所以係啊，你後咁我估你可以睇得快啲咯。哒哒哒哒哒哒。另外有一樣可以幫你嘅係，如果你對嗰個調係熟嘅話，你知我哋而家係響 A minor， 咁 A minor 已經有好多個音咧係可以剔除嘅啦，即係你唔會。見到有啲奇怪，有啲 accidental scan， 一定係 A minor 會出現嘅。咁又如何呢？咁嗰啲手指嘅位咧，其實已經可以避開咗，即係你唔會話有一個音手指係突然之間要 sharp 啊、打開啊咁樣。OK， 咁你唯一要做嘅咧就係你要好熟，你好熟啲乜嘢呢？你一見到個音就知佢係邊一條弦。因為很多時咧係反應唔切，可能呢個反應唔切就同你睇譜唔夠快有關。咁你試下睇譜睇快一個，每一組去睇。陣間我哋落到下面咧，你會發覺咧，其實係要用兩組 semi quaver， 就唔係一次，就四個音都唔夠啦，要一次過睇八個音。你以為可能好難啦，但係其實你習慣咗咧，你嘅手會跟住去早啲準備嘅。OK， 我哋。嚟多次先，睇下可唔可以慢啲嘅速度，但係保持到嘅。哒滴哩哒哔巴哩阿巴。小心又準。嗱呢一度咧，你由 A 弦去 G 弦係咪？中間隔咗條 D 弦嘅，咁要點樣呢？呢個換弦，你要個動作要好肯定，你要覺得佢快少少。如果唔係咧，佢唔夠，佢去唔到，佢只係 high 到 G 弦，佢就會慢噶啦。呢個音速會出得慢，所以係仲記唔記得我哋有一堂講過咧？拉完個音之後，你要未唔係就完噶啦。你擠埋預備定，係，然後難又難在咧，佢係一個 piano， 就唔好即刻踩曬油咁樣，噔巴浪，係咪？誒，好啲。係，我覺得咧，嗰啲重複嘅音咧，仲可以少好多功。因為咧，我覺得係咁樣嘅，你要拉少啲，即係用少啲功咧，細聲啲咧，咁先至話到俾自己聽。哦，後面嗰啲音唔重要嘅，然後你先至會睇哦，邊啲音先係做多功咧？有 action 嗰啲音先多功。OK， 試下 T T 拉索。嚟多次，嚟多次。是嗱，呢下又係調翻轉啦，今次係 OK， 我哋睇下落上落上，可唔可以由呢度試一次啊 ？Ready 啦，好啲呢個啦，呢頭先都想 natural 係。嗱，呢一度就我所講咧，唔可以四個音四個音，睇八個音去睇，巴巴拉啲哒哒哒啲，因為後邊呢個嗦發咪嗦發咪呢兩組係不變，後邊第三第四拍嘅拉嗦發拉呢個都變埋拉嗦發拉嗦發，但係都叫做個指法係一樣，四三二，當然呢個有 sharp 啦，你明唔明啊？所以你要當佢好似回音咁樣嘅。然後咁樣先係完。
同埋你睇下個功法咧，你如果唔咁樣睇係唔得噶，係咪啊？第一拍第一組嘅係中間有連，跟住係冇；第三組又有連，第四組又冇。所以你睇到係個規律去到呢度就係咁嘅。係啦，咁咧而家試下八個音八個音咁樣啦，啲哆啦啲哆哆哆哆，但係要呢八個音流暢。錯咗，嚟多次，都仲係錯，嗯。我諗你都唔知道錯咗，你拉咗呢個都係哆嗦發咪。但係 don't last far， 係咪啊？我想咧，我想你每拉完八個音停半秒，哒巴啦比巴巴巴巴，然後隻眼一次過搬過睇隔離兩組，嗯 ，OK， 試一下。OK， 我哋試另一樣嘢。好，放低琴先。我想咧唱，我想你唱一下，睇下如何。蘇芬妮，頭四頭八個音先。咪嗦發哆嗦發。OK， good。好。都話唔係咯，第三拍唔係。嗱你嗱我係咁樣睇嘅。哆啦嗦發。嗯，係啦，嗯。瑞啦嗦發。啱啦。好，八個音。Ray。Ray ti la sol，mi ti la。OK， good。我想咧，不如擠低個琴，我想睇下，你可以試下嘅，呢個幾得意嘅。我想你今次唱啦，同一時間你嘅手要喐，當你有一個隱形嘅小提琴。OK， 試下咯，我同你一齊，我同你一齊喐，但係你唱。我哋由翻呢度開始 ，mi so fa OK， one two， mi so fa mi do so fa mi， 係啦，呢八個音可唔可以流暢啲 ？mi so fa mi do so fa mi， mi so fa mi do so fa mi， good， 跟住 do la， 嗱嗱就咁樣發，係 ，re la so fa，OK good， 但係你小心喎，你唱嘅時候咧，你呢個唱咗 sharp， 但係其實係冇 sharp， 呢個未 sharp， 後邊先 sharp， 所以係 do。La so fa re la so fa， 嗯，再一次最尾八個音 ，one two， 哆啦嗦 ，OK， 又再試 one two， 哆啦嗦 fa re la so fa， 我想你撳嘅時候咧，嗱 sharp， 所以係半音係黐埋。如果可以嘅話咧，當你喐手指咧，你知道嘅話咧，黐埋佢，哆啦嗦 fa 分開 re la so fa， 好，再唱多一個小節，八個音 ，one two。Re ti la so mi ti la so， 你冇見到我做乜嘢添啊？係啊，點解你會咁咧？因為 re ti la so 呢個係 D 型嚟嘅。嗱，如果你練嘅時候，嗱，如果你係咁樣練，你有乜理由喺加個小提琴嘅時候做唔到啊？因為你已經全部感覺喺曬度噶啦。嗯 ，OK， 一齊嚟多次 ，one two and。Re ti la so mi ti la so， 打開埋嘅呢個 G sharp 係啦，唱多八個音 ，one two， mi do ti la fa do ti la， 最尾係空㗎，最尾係空嘅，空弦嚟嘅，而家試下 我哋試下第二小節啦，呢個 re ti la so， 我俾你 one two one two。OK， 嚟多次，嚟多次。第三拍開始，落弓四手指 ，one two， 啱，再下一個，俾啲信心係 F sharp， 真係 F sharp。OK， 試下四個小節咯。你其實佢寫 PP 都啱嘅，因為咧，我哋要由好細聲，真係去到有
其實呢度 crescendo 有啲早開始，應該去到起碼呢度咧，然後你感覺到咧係啊，我終於衝過咗啲好難嘅嘢啦。嗯，好 ，one two。我係咪我指錯應該係不如由呢度開始 ，titi la so re ti。Good。再上一級，再上一級。嗱，係咪個三手指要高啲先咧？啦啦啦！我唔記得咧，佢前邊咧有冇寫係用四嘅？誒，其實呢度都有寫，你睇下會唔會用四會好啲啦？咁你三手指就唔使咁忙碌，係啦。當然，如果你用四嘅話，你用就辛苦啲咯。都唔會，你用四嘅話咧，咁就唔使打開噶啦。其實係要閂翻埋。嗯，得得得得得。我不知道你剛才拉呢四個小節咧，你有冇發覺咧？嗰、那個 pattern 啊，原來嗰個每一組嘅第一個音咧，其實係好有規律。哆住哆 ，red 哆 ，mi mi fa fa so so la la。咁你如果熟咗個 pattern 咧，原來雖然佢係主要音，但係我哋又唔使望佢嘅喎。咁你就可以望跟住嗰啲啊，睇下佢幾時轉哆哆羅哆哆哆哆地哆哆羅哆。它通常轉是真的在最尾的那兩個音那裡，那你就不用那麼辛苦，好像整堆不知道在看什麼樣。